气质男神的谢霆锋给人的形象一直是帅而冷酷不羁的形象，不过现在情况可能有变化了。近日有网友在飞机上偶遇谢霆锋，当时他戴着棒球帽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正低头聚精会神地玩手机游戏。看上半身穿着灰色高领毛衣的霆锋还是那么帅气，气质出众，然而视线往下移一点，腹部明显隆起，这难道不是肚腩？粉丝见此情况也忍不住纷纷调侃说，几天不见峰哥胖了，似乎看到了峰哥的肚子，不会是身怀六甲吧？其实就在前些时拍十二道锋位时，他还有一身肌肉，六块腹肌非常明显，没想到变化竟如此之快。谢霆锋之前在锋位上透露，他在家会为王菲做饭，还害羞表示只要是女友下厨，自己什么菜都喜欢。看来谢霆锋和王菲复合后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霆锋能不心广体盘吗？大概这就是传说中幸福的小肚腩吧。当然这也不沾他当厨师的光，做厨师有几个是瘦的，要厨师付出的代价谢霆锋肯定也不能幸免，他自己也说过没有胖过不算是厨子。